么多人。来看看。土鸡爪搞个搞点数字吧，搞个三块钱数字。好好好，我四块钱数字。四块钱数字。嗯，对对对。在哪呢？没有了个。哎呦。猪蹄掌多少钱呢？28一斤。顾客排队买这个地方。是的吧？这鸭子多少钱呢？18一斤。不是新品呀，我这个呀，这个呀，你送两桶这个。哦。我说的是新品呀，不能冷冻的呀，冷冻的要它卖的就便宜。这个菜场叫什么名字呀？啊？这个菜场叫什么名字？35是吧？35。那这鹅什么时候有呢？下午。下午才有的。猪头肉多少钱一斤？这样不公平，公平。啊？象牙，一样抓五个，不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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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